就够了，不然要上门自己，够自己的。写要不要叫你背字？你写要背字？没有，他只要考试，然后叫我们背一背单词，他们也是一样一个五十，然后今天又带我们叫我们学字，然后叫你们背字。我说我们班有点难，他不敢来这里。班长超好，不过上课睡觉都会很久，然后那个问你问你回答不出来，然后班长讲，然后他考五六三，然后他老师讲。
说什么东西吗？就是他如果不是第一场，我说我可能就要。
这个房子真的好吗？